我哋今日会继续讲马可福音嘅系列信息，我哋嚟到去第七章。呢一章咧响当中主要同我哋嚟到去睇嘅重点就系我俾嘅题目：真理与传统，真心抑或系假义。其实呢、马可福音第七章里边咧，简单由一个问题嚟到引起嘅。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今时今日大家都会做的，就是洗手，就是我们要多些洗手。但这个洗手在耶稣的时候，在马可福音这个的处境里面呢，又成为一个指控，这些法利赛人捉着耶稣门徒这个洗手的问题呢，向耶稣提出一些的质询。如果大家呢可以的话呢，就都是可以回去家的时候呢，能够将圣经可以再多些来到去看一下。因為我哋能夠喺講道嘅時間讀嘅經文都唔係多，所以我先選讀幾節嘅經文喺馬可福音嘅第七章第五到第八節，我哋都讀部分嘅經文，讓我哋能夠可以去領受神嘅教導。我哋一齊嚟到讀完呢幾節嘅聖經，預備起。法利賽人和文士問他說：你的門徒為什麼不照古人的遺傳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屈守人的遺傳。去呢班法利賽人質詢耶穌，就係講到佢嘅門徒用俗手吃飯。呢個俗手簡單嚟講就係話佢哋冇洗到手就去食嘢。當然喺衛生角度嚟講，我哋都覺得現代更加唔係咁好啦。但我諗耶穌嘅回應就係引用咗以賽亞先知喺以賽亞書嘅29:13裏邊講，佢話主説：因為這百姓親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有時呢個咗簡單嚟講，可以叫口不對心。呢班百姓以色列人，佢哋其實應該就係好睇重佢哋自己同神之間嘅關係。應該佢哋係好願意去親近神。但係先知神透過先知嚟講話，其實你哋做嘅嘢就唔少啦。但是你们的心向哪里呢？这个心其实可能提醒我们，到底这班百姓，或者今天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心是否真的对着神？我们有没有神在我们的心里面？甚至我想我们应该要想一下这个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真心为神呢？真心来到去向着神。我想这个正正就是今天在马可福音第七章，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到去反省我们的生命。我们先来看看真理与传统。耶稣去给这班法利赛人来到指控或者是质询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真理和传统的关系。同样都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真理和传统，然后我们可以敬古惜真。洗手其实在当时候是这班以色列人或者是后来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用到很多不同的规矩条例来到去约束住以色列人的生活行为。但是在洗手在旧约的记载里面，神颁布律法的时候真的有提到要洗手，但这个洗手的应用不是在一般的百姓。如果大家回去看出埃及记第30的时候，就见到这个是要特别给祭司他们在他们的服侍去到会幕圣殿的时候，去怎样来到洁净自己，来到去承担当时候的工作。所以洗手只不过是为到祭司来到去清楚的制定。只不过后来以色列人一路发展，将一些神只是给不同的一些律法变成加了很多的条例出来。他们更加将这个洗手同衛生有關的，可能變成一般百姓的衛生的俗禮和宗教來到掛鈎。
對於祭司可能有特別的意義，但對於一般的平民百姓，其實洗手就是一個可能是他們自己的衛生的習慣，不需要跟宗教來掛鈎。但以色列人後來的發展就是將這些成為很多的繁文縟節這些的條例，最後這班法利賽人就覺得這些的人的吩咐呢，就成為他們將道理教導人。其實當我會告訴大家，如果你細心去看的時候，其實他們去針對耶穌、控告耶穌的時候，其實都不是跟宗教有關，不是說他們的禮儀上高不潔，其實他們更加體重的，這個是代表著他們那種身份的象徵。他們覺得洗手就是代表著他們可以跟其他人的不一樣，是成為他們一個獨特的身份。這個不單止再跟宗教有關，不是一些禮儀上高的問題，其實是在說他們自己那種的自高自傲，他們自己覺得是耶和華的選民的時候，這個成為他們身份的象徵之一，所以他們才這麼緊張。所以我們在學習的時候，從這段經文告訴我們，我們要認識傳統和真理的關係，兩樣如果能夠的話，我們都要多些認識。到底這些我們去了解這個傳統是否等於聖經的真理呢？因為傳統只是包含了部分的聖經真理，跟聖經真理甚至可能有時傳統都是沒什麼關係，這個是我們要多些來到去了解明白。如果不是，我們有時就會將一些傳統人的吩咐當作一個不能改變的真理。有些如果真的跟聖經沒有關係的，只不過是因時制宜，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處境，我們需要有一些的做法是要改變的話，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接受的，而我們要去學習。如果那些改變是盼望能夠帶來更好的話，我想我們應該更加來到去學習怎樣來到去轉變。有時可能我們會誤解了一些傳統成為真理的時候，我們就因此產生很多的誤會，以為那些改了就是違背了真理。昨晚我在周六晚堂的崇拜就特別要問那班即係通常參加周六晚堂崇拜的弟兄姊妹，我問下佢哋啊，你有冇試過咧？俾人問下你係基督徒，你翻教會做崇拜啊？大家有冇夠信心話俾人知啊？我星期六翻去教會崇拜咁咧？可能即係大家知唔知？仲有啲可能嘅基督徒都會覺得，咦？點解你唔係星期日翻崇拜嘅咩？星期六去教會崇拜，會唔會你間教會係異端嚟㗎？因為星期六嚟崇拜應該係星期日㗎嘛，聖經即係都講到即係要安息日啊、主日啊咁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因為這樣的原因星期六回崇拜好像不太適合聖經，所以不回星期六晚的崇拜，只是回星期日的。我想這個我們再開始一些新的轉變，我相信呢，因為我想我來到城鎮服事的時候已經開始有周六晚堂崇拜，我估計就是之前都要有一段的時間要討論，要認識多一些，到底星期六晚的崇拜不在主日的時候，不在星期日的時候對弟兄姊妹來說會不會有些問題，或者大家有些不同的意見呢？當然我想最重要真的回到聖經，到底這個是不是聖經違反了聖經的真理？如果有星期六的崇拜，甚至有些教會現在有星期二的崇拜、星期一的崇拜、星期五的崇拜，早幾年前有一間教會的傳道人很有心，他覺得呢，因為香港社會都很多元化，很多人不同的工作，大家放假的時間都不同，他就開始一間教會，有傳道人呢就星期一到星期日都有崇拜，日日都有崇拜，就是方便呢，即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朋友想去教會崇拜都可以容易一些。但大家都知道其實都不容易，就是要維持一間 一年365日一個禮拜7日都要有崇拜的教會呢，最後這間教會真的都挺慘，最後都是結束了。但我想提就是，到底這些傳統是不是真的我們不能夠轉變呢？其實教會裏面，在教會歷史當中都是的，城鎮都曾經經歷過不同的一些的轉變，我們都應該去問，其實這個傳統的轉變如果真的違反真理的，我們就要好好的檢討。但如果真的這個不是跟聖經真理有違背的，我們應該怎樣去學習，怎樣去按照我們今天的處境來做一些適當的轉變，是為了讓教會的福音工作，為了我們去牧養做得更好的，我想這個才是我們要想。所以有時候我們就要多些認識傳統和真理的關係，不要真的因為這個一路以來都是這樣的做法，
變成了我們以為是真理。我們很相信很多的傳統，或者我們一路做下的辦事的方式，一些的規矩都是好的。我們要帶著一個敬古惜真，這個就是我們要尊重有一些傳統，真的對我們教會甚至可能在社會上都一樣，在我們的文化當中有些傳統可能都是好的，我們要尊重。我們 不應該因為好像時代要轉變，有很多新的東西，我們就要取替所有的傳統，覺得傳統就是古老古舊的東西，不合時宜。我相信這個都不是我們 一個原則就擺出來，有些傳統都是我們應該學習去尊重。但是當傳統和真理擺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更加要知道真理才是比傳統更加重要。我們要認識傳統，我們更加要將真理來到正確的去展示出來，給人來到去明白，按照真理而行。在這個的洗手其實是關乎一個潔淨的禮儀，但是真正的潔淨其實不是靠這些外在的東西。我們每一個相信耶穌、經歷了耶穌基督的恩典的人，我們知道真正的潔淨是來自耶穌的寶血，這個是我們能夠稱義、能夠成為天父的兒女的開始。我們罪得赦免，我們真正的潔淨的開始就是靠著耶穌基督的寶血。我想每個禮拜回來的每個主日每個月的第一個主日回來的主餐禮拜都是一個提醒，當我們領受主餐、領受耶穌基督藉著這個的餅、這個杯的提醒的時候，就是我們知道我們已經是一個被潔淨的人。人得到真正的潔淨，生命得到潔淨，不是靠著外在的禮儀，是靠著耶穌基督的寶血。由這個潔淨開始，跟著耶穌再針對法利賽人，就是他們講到成聖的問題。我們在真理與傳統裏面，另外一個我們要知道認識的，就是不能夠用守傳統作為藉口，取代了真理的教導，或者是逃避真理的教導。很多時候我們人會有些小聰明，他們覺得這些的傳統、這些的規矩可以成為他們一個可以好用的藉口，來到去逃避了更重要的教導。所以我們要知道真理比傳統更加重要，是能夠讓人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成聖。在馬可福音的七章九到十三節，耶穌就用了一個很明確的例子告訴這班的法利賽人知，他們用的就是他們覺得用現代人講說話，他們不需要拿家用備回家了。他們跟其他人教導就是當你的金錢是奉獻了去聖殿、奉獻了給神之後呢，你們就不需要拿家用回家了，父母不需要了，因為錢已經給了神、給了聖殿呢，是之後就不需要孝敬父母。我想他們就用了這些藉口，覺得我做了這件事，我就不需要再做其他了，這樣就是我們已經滿足了律法的要求。但其實他們只不過用為一個藉口，而且將傳統人的吩咐擺在真理之上。但反而當人去越多這些的規例、規條的時候，我會提就是人反而得不到真正的自由。我們要明白真理才可以讓人有真正的自由。如果大家熟悉猶太人或以色列人一些習慣的時候，其中一個他們就是守安息日的傳統。他們守安息日不單止叫做安靜靜守安息日，其實他們守安息日發展到現在已經定了很多的規矩，你有興趣可以上網去看看，很多規矩是很特別的。其中一個我又覺得，原來他們猶太人安息日，如果有現在有些以色列人都會守的話，就是他們不可以打電話的安息日的時候。我不知道大家你今個主日回來的時候，或者我們教會都定過例主日不要打電話，我不知道對你來講是不是整個主日即係都攞攞亂啊死啊！即係今日唔使打電話，又唔使 WhatsApp， 我唔知 WhatsApp 得唔得咧？打電話唔得，即係可能 WhatsApp 得。咁我唔知啦。不過我又覺得幾好喎！如果真係可以應用翻喺我哋今日嘅話，俾一日大家真係當係藉口又好，或者當係你好乖聽命令又好，一日唔接電話唔打電話，可能對我哋嘅心靈都幾好。但他們有些真的很特別的，又不可以開燈啊，又不可以做些什麼呢，是他們將安息日加了很多的條例下去。
他们得不到自由。这些传统令到他们变成很多的框框，他们更加没有自由。但我们看回圣经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的8:31-8:32，还有约翰福音的17:17，耶稣告诉这班犹太人知，如果遵守他的道，他就真是耶稣的门徒，而且晓得真理，真理叫他们得以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来自真正去明白遵守神的道，而这个真理是能够令到他们成为圣洁。神的道就是真理，我们要去遵守，这个才可以令到我们自由和成圣。但有时当我们要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都要很小心。有时遵守神的话语，有些人的心态都有些危机。是什么呢？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觉得、我已经奉献了给神，我就不需要孝敬父母。他们觉得遵守了某一些条例、某一些律法、我就可以不用做其他。这种是法利赛人教导以色列人的时候，那种斤斤计较，要跟神来到做什么？讨价还价。我做了一些挺好的事了，神、我服侍了你这么多，我在教会都付出了不少，我为神来做了一些事、神、你应该怎样来到去给我一些事，或者、神、我可不可以有些事是不需要做呢？有时我们不知道会不会都有这样的心态，跟神来到去斤斤计较，要讲下数呢？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和自欺欺神。在圣经里面都很清楚告诉我们知，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怎样来到去真心来到去遵守祂的话语，不是跟神来到去讨价还价，不是、有数讲，即是、我可以做一些或不做一些什么。正如我们有时都提，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特别可能是作为爸爸的，我们都有时都提有些的、父亲或可能父母，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很努力赚钱、给足够的家用家、但是可能他们给出的时间给他的儿女、给他的家人就已经没那么多了，可能他就会觉得哇，我已经搏命赚钱回来供给了他们物质上的需要，我的时间就没有了，可能要做其他事。是不是做了某些事就不需要做其他？哪些事才是最重要呢？是不是做了 A 就不用做 B？ 是不是守了这个的、奉献了给圣殿就不需要孝敬父母呢？在十诫里面，在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十诫是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守的律例。第五诫当孝敬父母是很清楚，这个应该比其他的要守的条例更加重要。但更加重要就是，其实我们不是跟神有这种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心态。如果不是在我们作为一个守神的话语、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亦不可以靠着神的道理到成为圣洁。我们只不过享受好像在外表里面、外表里面来到好像是一个敬虔的人，但就好像以赛亚所说，我们的心就远离了神。耶稣面对这班法利赛人的时候，其实他知道不是单单指一些外在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内在的课题，好像是讲紧洗手，好像讲紧一些所谓的食物卫生或者是饮食的卫生。我们今年即时代都很注重这些食物卫生，但其实这个不是讲食物卫生，是要从食物卫生讲到什么？心灵的健康。不是就是因为某一些的礼仪没有做到，不是因为某一些的卫生我们做不足，个问题是我们的心灵是否健康呢？这个不是外在一些的问题，其实是内在的课题。大家有没有很关心你的健康呢？即是啲节目都很多，又讲下食便宜啊，又讲下食得健康吗，又介绍你有什么食材，又要做什么运动。当我们很关注我们的健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一下、你心灵健康吗？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的心灵的状况呢？我们的心承载着什么呢？食得健康可能是想想我们吃什么东西，看看有些吃多些什么食材会好一点。心灵健康我们要吃什么？
如果大家都有印象，蔡牧師即係有時講道都提過一個例子咧，都應該都大家都常聽到噶啦嚇。佢提到一個牧師嘅家庭咧，分開之後咧，重遇啦，見到個肥肥白白咁啊，問佢你食咩㗎？咁啊，個人話食咩啊？大家都好有印象啊，即係食馬太福音啊嘛，即係咁啊，所以先肥肥白白咁。我諗唔係因為肥肥白白即係要先食馬太福音，係因為佢心靈健康。我哋將神嘅話有冇真係承載喺我哋嘅心裏邊咧？我哋心承載啲咩咧？如果要健康，要多啲運動嘅話，我諗我哋心靈健康都要操練。操練啲咩咧？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嗰度讲到，我哋要操练我哋嘅敬虔，我哋要成为一个向神敬虔嘅人，呢个就能够越嚟越健康。呢个先就系我哋要关注。我哋如果问食得健康，不如多啲问下你心灵健康吗？真正嘅圣洁其实唔系外表嘅包装，是人心里面有没有神的道？我们的心是承载什么呢？有没有神的道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外表可能有一些不洁的言行，人容易看到，但其实不洁的源头更加重要。我们的心有些什么呢？才是我们要多些去关注。不洁的源头是由内而外的。很多時候我們見到一些人的言行，我們都很容易會覺得這個即有諸外，有諸內就形諸外，即是覺得這個人外面是這樣的。所以其實我們看，不是因為單單一些不潔的言行這個人就會是不潔，其實最重要反而是這個人心靈是不是潔淨，這個源頭是不是乾淨，由內而外。所以耶穌就用了一個比喻，就是講緊七章二十到廿三節嗰度話到心裏面有啲咩咧？佢用了一個出入口的形容，其中一個咧就會講到叫出口傷人嚇。這個係又唔係講緊我哋做生意嘅出口傷人咧，亦唔係單單就係講緊我哋有時嘅言語上高咧都會令到人受傷害。其實呢度出口傷人咧，耶穌用個例子係講緊人心裏面出嚟嘅先至可以污穢人。是令到帶來更多的破壞，這個有少許就像我們經常說人心叵測。其實我們想不到，從一些外表的言行可能都判斷到一些東西，但其實實際你不太知道人心是怎樣，人心裡面裝著什麼，它就會發出什麼，做了一些行為出來。這個有少許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叫心中有鬼，就是覺得心裏面做了一些事情，可能都是不知是怎樣的，心中有鬼，形容一些人的心不知道在想什麼。但是最近我們發現原來不止心中有鬼，我們的 WhatsApp 都有鬼，是吧？曾主席都被 WhatsApp 的鬼搞到很麻煩、很頭痛，但是大家出來說不要捉鬼了，這個群組裏面都不知道誰是鬼，但是都無謂找。但其實正正就是這樣，大家原本在一個 WhatsApp 的群組，在一個對話群組裡面，大家都很信任，都想著這個群組都是我信任的人，我們應該可以講很多心事，談很多偈。但不知道當中某個人的心裡面突然間一念之差，不知道在想什麼，結果就會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出來，大家就要想想怎麼捉鬼。是估不到的，估不到身邊的人可能會出賣了自己。所以馬可福音七章二十節這段經文呢，提醒我們人從人裡面出來的才能夠污穢人，因為從裡面就是從人心裡面發出惡念，很多不好的行為，有時只不過是一念之差，這個人心裡面在想那些惡念的時候就帶來什麼呢？帶來很多的惡和污穢人，人裡面出來的才可以污穢人，惡念就會帶來很多的破壞。有時我剛才提到這班法利賽人，其實他們覺得自己是自以為聖的人，但自以為聖其實和自以為是只是一字之差。
法利賽人好體重咩？你話佢代表住以色列人好體重，佢哋自己係聖嘅，其他嘅外邦人係俗嘅，係不潔嘅，唯有佢哋先係聖潔嘅。佢哋自以為聖，佢哋覺得佢哋其實好想標榜自己，俾人睇見我與眾不同。呢啲外邦人就係非我族類，我哋同佢劃清界線。佢哋劃清咗界線之後，佢就覺得啊，我要響更多嘅包裝自己，讓人睇見我幾咁聖潔。所以好多呢啲嘅規矩條例就出嚟，最重要的目的只不過好想表揚自己個重要。他们自以为圣，但结果其实他们是自以为是，用了很多自己一些的方法，定了很多自己框框的规矩绑住自己。这个只不过是一念之差，可能可以带来很大的破坏。我们人心装载着什么，我们在想着什么，可能是一念之差而带来不同的破坏伤害。今天真正能够使用我们成圣的，我们都知道就是神的道，不是用人很多外在的行为仪式，用很多的规矩，最重要是让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约翰福音的15:3和17:17，耶稣很清楚来到跟这班的门徒再一次的讲这个道的，来到去洁净他们。我一起读完这两节经文，将神的话再一次放在我们心里面，同样都成为我们的洁净。我们读这两节经文，预备起。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耶稣很清楚提醒我们，当他们要讲，法利赛人讲着谁个洁净谁个不洁净的时候，最重要其实不是这些仪式，这些规矩，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将神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能够洁净是因为神的说话，神话语带出来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成圣。所以回到去最重要的仍然是我们时时都提醒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彼此提醒，就是我们有几愿意来到去追求认识明白神的话呢？我们有没有这份追求渴慕神话语的心，而且我们真的很认真很正确去明白？我相信很多时候你回来教会都听到我们要听道又要行道。有时我自己都会想，到底怎为之行道呢？我会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帮助到我们，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追求的心，我们又很认真去正确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自然，我们就会将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里面实践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实践的生活，没有将神话语实践出来的时候，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神的道一知半解，我们没有什么追求神话语的心，我们只不过很乐于安于坐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听下圣经教导的基督徒。所以我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多有一份追求神话语的心，当我们真的正确明白，真的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然你就要随着神的话语的教导带领，你就要行出来，你就会在你生活实践出来。如果你真的不实践的话，我会告诉你，你其实都不是很明白神的话，你只不过有少像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真的都挺熟圣经，几熟律法，但是行不到出来，他反而就是按照所谓的一些规矩条例绑住自己。在我们今个月7月是教会的训练月，其实我们都很想教会里面其中一个的事工，就是训练事工，来到去帮助装备更多弟兄姊妹。我们透过一些课程，一些营会，好想弟兄姊妹能够对神的话语更多的认识，更多有一份追求的心。而且今天，大家第一次唱7月的月诗，大家如果有留意这个月诗，就是提醒我们神话语的宝贵，神话语怎样来到建造我们的生命。我好想未来还有3个星期大家都会唱这首月诗的时候，
多啲真係讓呢首《月詩》成為你嘅提醒。我哋有冇好好嘅追求神嘅話語？我哋有冇好好嘅正確嘅明白認識？如果我哋可以咁樣做嘅時候，我相信你嘅生命就能夠活出神嘅話語，你就能夠成為一個行道嘅基督徒。在馬福音第七章，我覺得有一個好的提醒，就是我們應該怎樣去檢視我們自己的生命。如果大家還有印象，其實我在五月份那次的講道，我的題目就是檢視生命，僅靠恩主。我們需要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常常去檢視我們自己的生命。在馬可福音第七章，我覺得其中一個檢視我們生命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多點問自己一個問題，到底我是真心嗎？抑或是假意？從法利賽人身上，其實就是一個的尷尬，一個學習。法利賽人是真心嗎？抑或是假意呢？我們呢？我作為基督徒，我對神是真心嗎？抑或是假意呢？可能不單止在教會，其實可能是在我們的生活上高，我們的工作，我跟人相處，我對我的家人，對我的朋友，其實我多啲諗下，到底我係真心去做啊？因為我仍然有少少嘅假冒為善，或者用另一個翻譯就係虛偽咧。喺法利賽人嘅身上，我哋可以有啲嘅警戒嗬。法利賽人佢哋其實有少可以成為以色列人嘅代表。喺以色列人在佢哋進入迦南地之前，摩西一個好重要嘅吩咐就寫咗喺《生命記》裏邊。最近我們教會的查經祈禱會，我們都以十戒作為我們查經的一個的訊息，我們都會多些去看生命記。所以當我準備這個十戒訊息的時候，我看見一段的經文可以放在這裡書作為我們一個提醒，是什麼呢？就是當以色列人他們將要進入迦南地的時候，摩西呢跟他們講了一番的說話。這番說話呢就不是介紹一下好像導賞團告訴他們迦南地多漂亮啊，有多少的好的產物啊，有幾大的樹啊，豐盛的農產品啊，吸引他們進去。反而摩西是很清楚告訴你們，當你們進入迦南地的時候，你們要聽神向你們的要求是什麼。生命記就是成卷書來講緊神對以色列人的要求，告訴他們你們進入迦南地的時候，你們要聽清楚神對你們的要求。但我相信歷史告訴我們，以色列人其實不是怎麼聽。當時摩西講了一些很重要的訊息，我抽少少跟大家一起去看。其中一個就是在《生命記》第十章的12-22節，我想請大家看第16和第17節。我們看到或找到的，我們一起來讀這兩節的經文，預備起。所以你們要將心裡的污穢除掉，不可再硬著頸項，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他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賄賂。這裡去提醒這班以色列人，當他們進入迦南地之前的時候，其中一樣很重要，就是要除去心裡面的污穢。這個正正我們馬可福音剛才提到人心裏面的惡念，一念之差的時候，帶出來就是污穢。以色列人經歷了曠野40年，他們仍然未能夠除去心裏面的污穢。所以摩西再一次來到警戒他們，要將心裏面的污穢除去。這裡亦提到神是不以貌取人。我想這個令我們想起就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從外表來看一個人，好像法利賽人那樣用外貌來看這個人，外在的東西來看這個人到底是否潔淨還是不潔淨。但這裡再一次提醒我們，神不以貌取人。同樣在撒母耳記上，當撒母耳去找大衛做掃羅接班人的時候，撒母耳都是最初是以貌取人，但神對撒母耳說了一句說話，可能都是我們以前都聽過，我們一起來到溫習，我們一起來讀這段撒母耳記上的16章第7節，預備起。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好清楚知道我哋每一个人内心系点。虽然人心可测，人都唔知边个系鬼，但我哋好相信我哋嘅神去全然知道。神睇你嘅内心，睇我嘅内心。神全然知道我哋，唔系睇外貌。最近我想另外一个新闻令我们关注的，就是台湾有一个叫粉尘的爆炸大火事件，很多人受伤，大部分差不多我想全部都是烧伤。然后呢就 又有最近我们香港的张润恒又去台湾去探访他们，又演变成一个张润恒事件。我自己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点难过，就是我仍然覺得他們都是很想去幫一些、受傷的人。我很相信他們的動機，他們的內心其實真的很想幫他們，但是、網上的言論又好，或其他一些、所引發出來的東西，又講到人的動機，又講到人的外貌、我覺得這些都 是令人難過的事情。有時我們都是以貌取人，有時我們真的都會亂咁猜測人嘅動機。當然我哋都要有一個警醒嘅心，有時都要去學習點樣嚟到去真係去認識身邊嘅人。但我諗有時我哋都要接受，其實有時唔好有啲嘢太複雜，即係有時我哋真係都唔係好知。如果佢真係好想幫人嘅，佢真係好想嚟到去做一啲嘢，其實我諗呢個正正就係去付出佢嘅真心嘅時候，我諗神都知道。所以引發出嚟一啲嘅即係影響，我都覺得我哋都好難去做判斷。但係聖經提醒我哋，唯有神知道人嘅內心，神知道我哋嘅心到底係咪真心，亦或假意。喺撒加利亞書喺13:2同埋啟示錄16:13咧，另外一個經文俾我睇見，喺呢度講到污穢嘅靈，啱先提到以色列人要除去心里边嘅污秽，呢度先知去再提翻污秽嘅灵，同埋有假先知嘅出现。呢、这个同样俾我哋睇见呢啲假先知，可能俾人睇起上嚟，佢哋都好似好有能力，好似都可以讲一啲即系比较特别嘅嘢嗬。呢正正都系我哋作为基督徒都要好小心，在教会当中仍然可能真系有时候有啲假先知嘅出现。甚至可能我都要問翻自己，或者提醒自己，我哋會唔會有時當我哋嘅心所承載係惡念、係污穢嘅時候，我哋會唔會又成為咗呢啲嘅假先知嘅信徒呢？所以我都好想弟兄姊妹都再一次繼續，真係你翻去能夠睇睇林培僑牧師佢嘅教導，嗬，點樣成為真實嘅門徒？我哋嘅心靈唔好充滿呢啲污穢。我们的心灵盼望真的充满了神的道，真心抑或假意，如果我们在法利赛人的身上，我们都可以见到某个程度法利赛人真的是真心的，但是法利赛人的真心是为什么？是为自己，他们很想被人见到他们好像很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守很多的规矩、戒条、一些的律例，只不过很想被人见到他自己好像很虔诚一样，他们真的真心，只不过为自己，他们的假意就是为神，他的嘴唇是好像尊敬神，但他的心是远离神。所以我们要除去这些被污染的心，如果这里讲到用不洁来形容的话，我会宁愿用被污染了的心。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经历过神的救恩，我们都愿意让我们的心有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相信这个已经是被洁净，我们靠耶稣保血被洁净。但不知几个时候，可能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又好，在人生的路上又好，我们的心又被污染了。我们曾经洁净，但后来被污染，可能是因为受到一些的权力、金钱、不正当的情欲，追求一些的名誉地位，可能很多的东西来到污染了我们原本洁净的心。
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到帮助我们除去这个被污染的心，我们换回一个按真理而行的心。法利赛人刚才提到他都是很熟律法的，但可能他们其实对律法都不是很正确的明白了解，更加他们不能够将神的教导真实的行出来，所以他们反而被他们自己的很多的条例捆绑，他们的心被污染。我们多些要在神面前来到求神来到给我们见到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是真心跟随基督而行的门徒。我不知道大家你自己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多些去检视和去察验自己，我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真心跟随基督而行的门徒呢？我们有机会这段时间都有时有些的崇拜里面的讲道提到彼得前书，我想彼得前书正正就是一个提醒我们怎样去跟随耶稣基督脚中而行。我们有没有真心去跟随呢？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真心去为神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为自己，我们有没有按真理而行？因为有时只不过是利用了传统之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传统其实只是一些可能是我们给他一个好一点的名称，然后呢可能我们有些人就会利用传统来到去满足自己。所以现代人可能用很多新的传统，我会告诉大家，他会告诉你这个应该是传统好的东西，而代替了圣经的真理。另外一个我们关注最近的是美国通过了这个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这个可能是传统或可能是新传统来的，大家最近是关注很多我们需要有人权，我们需要有平等，我们需要有尊重人，所以呢我们要接纳多元，我们要接纳同性的婚姻。有人就可以用这些的新的传统来到取代了圣经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仍然真的要将神的道、神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按真理而行。我们更加要常常去检视自己，我们是不是真心为了神。当我们真是真心真意全心来到去为神倚靠神的时候，跟随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成为一个真实的门徒。求主你对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真实的门徒。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福气，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又更加蒙你自己的拣选，被呼召成为你自己的门徒。求你来到去保守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心灵健康，让我们的心是再有你自己圣经的真理，帮助我们愿意常常来到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真心的来到去为神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以致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叫人从我们的生命见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求你来到去保守看顾我们，我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